侯友宜现文大争议，周玉蔻恐怕要换人选。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近日深陷文化大学宿舍争议，资深媒体人周玉蔻近日稍早在脸书表示，他觉得蓝营的候选人恐怕要换人啦。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近日深陷文化大学宿舍争议，资深媒体人周玉蔻近日稍早在脸书表示，他觉得蓝营的候选人恐怕要换人啦。资料找，记者叶关于社。资深媒体人周玉蔻近日稍早在个人脸书发文表示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国民党新北市提名参选人恐怕要换人啦。他引述周锡玮的话表示，让住在里面的学生四个人住五平的空间，显然是完全没有人权的。但对于周玉蔻的猜测，根据苹果日报报道，国民党组发会主委李哲华表示，他不回应周玉蔻的评论，新北市的提名已经抵定。